冰球是起源于加拿大，是以冰刀和冰球棍为工具，在冰上进行的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。1924年被列为首届冬奥会比赛项目。冰球比赛每队上场6人，每场比赛有3局。冰球运动员手持冰球杆，身着武装到牙齿的护具，打入对方球门得1分。比赛结束时，得分多的队伍获胜。本届冬奥会上，冰球共设有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2个项目，产生2枚金牌，将在北京赛区的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。冰球比赛过程热血沸腾，对抗、紧张、激烈，观赏性极强，一起为心爱的球队加油吧！